来当这钱的钱。郭寒暄出席全国地方议会正副议长联谊座谈会，龚道博跟大伙儿一一握手致意，就连柜台人员的手都没错过。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凭党内初选最大对手不是太阳们，而是像月亮一样，几乎是天天不一样的党内初选办法。主席就要我在4月8号，啊，然后到中央党部去一点点那样。所以您现在那当然了。而在高雄市长韩国瑜深夜抛出脸书要承担人所不能负的责任之后，党中央也终于要正式启动约询机制。8号吴王查叙前清明连假，吴敦义将出席高屏地区寺庙活动，吴韩会很可能就在6号。有邀我啊，在4月8号要去喝喝茶了，大概会一点点哈，开杠一点呢哈。吴敦义约王金平喝茶，朱一伦那乡却是静悄悄，党内四颗太阳大乱斗。但更受到瞩目的是4月10号人气王韩国瑜访美前的吴韩会，由于6号是公开活动，不排除另有闭门会议，双方将好好谈一谈征召可能性。如果吴敦义主席来高雄看我，我一定热情接待，没有问题。吴敦义常会前王金平提前与韩国瑜参叙，后一12日会是传说还是即将成真？左右2020蓝绿政局，记者林佳慧、李孟昌，台北、屏东采访报道。